心跟踢踏，到底谁强大？我偏爱唐诗里的晚霞，有假的牵挂，潮湿伤感的脸颊配东方文化，在这里撞击出火花。谁说新时代的姑娘家嫩得像朵花？我打笔将汉字落下，一派潇洒。新时代的姑娘家跟传统对话，挑染头发行到天涯，思想超混搭。